负责人黄先吉，对，谢谢市长来给我们年轻朋友鼓励。好，市长，都可以，好的，在这边好。那好，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何宾里里长林德松在这边，然后市府顾问张太元，哎，他们都有莅临现场，给我们鼓励哈。好，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这个文青创新城的计划哈。那为了鼓励我们年轻朋友勇于实践自己的这个创业的梦想，同时也呼应我们市长这个青年的政策哈。所以呢，文化局也跟我们青年局有共同合作。那透过了这个青创基金，那我们成立了这个推动了文青创新城这个计划。那文青创新城的计划，为什么是用这个盐城康乐星哦设定这个区域？最主要是博尔其实在这个区域培育人才，其实已经深耕很多年了。那尤其像文创人才的回流都市计划跟我们的共创基金哈，这两个计划是最具代表性。为什么呢？文创人才回流都市计划哈，这个在我们就是提供食品的这个空间，提供给初次要经营店面的这些年轻朋友们。然后我们让他们出来三个月到六个月时间，让他们经营看看。那经营的时候，他可以第一时间点哦，第一线可以知道这个消费者的反应，再通过消费者的反应呢，调整自己的一个品牌策略。那所以呢，截至目前大概74组。那到现在呢，有将近超过二分之一的人还在这个里面持续在发光发热。另外，共创基地1.0版哈。这也是在福尔中间的这个空间非常特别，这个空间里面大概就是可能这个产业只有三个员工跟我的员工是属于微型产业的。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哦，它不是单打独斗，它是团队合作，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对方的周边资源产业，所以这个空间其实很受到欢迎。目前为止就已经有39组的微型的品牌进驻。对对对，好，所以呢，因此呢，我们这个等于说我们长期累积的文创的能量其实非常的深厚，所以我们才会说借由这一个文创的能量，然后开拓到哈马星跟盐城区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们能够进驻到这个历史街区，好。好，那我们这个文青创新城呢，大概我们补助的对象会是你一定是要到这个盐城哈马星，然后申请的年龄是20到45岁。那补助的这个项目大致上会有两种，就是他已经进驻的，那已经进驻的，我们当然也要鼓励我们现在已经持续在盐城哈马星经营的年轻朋友，所以我们有给租金的补贴是50%，为期1年。那新进入的话呢，就会为期2年的时间。另外呢，会给创业的补助10到50万。这个已进驻的，已进驻多久？补助一年的时间。然后新进驻的是2年。然后另外还会给创业的补助10到50万。那假设你的建筑物是超过60，就是民国60年前建造的话，那我们还会再加码。好，所以呢，经过去年一整年这样，截至目前哈。所以大概已进驻呢有7组，然后呢新进驻总共有18组，那光是老屋的部分呢就有14组。好，这个以上是我们去年执行的成果。然后接下来运气。当初我们是找到说就是这间就是看起来像废墟一样。然后租下的时候，因为我们本身是室内设计背景，然后又有收藏艺术品，所以就想说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那将这里重新整理以后，因为前面有漏水的部分，那我们是把它往后退，做成玻璃的橱窗。那其他地方整修，那尽量维持它老屋原本有的气质。那从一开始到现在大概1年的时间，那邻居其实也都对我们很友善，然后他们觉得因为我们这边晚上都不关灯，然后就是邻居这样经过的时候，他们其实会看到作品，那每个月的作品都不一样，一个月一档新的展览，大概是这样，谢谢。对，你家里面叫多久了？一年了。对，到去年我一年了，
它上面很多桌子都贴了我们，可以稍微介绍这个空间的主题。都卖出去了。对，都卖得很好。他可能是有在做国际交流。对对对，我们是希望把国外艺术家的作品带到台湾，那把台湾艺术家的作品带到国外去。这是韩国的作品。这次是一个美国的艺术家，一个美国的，然后两个韩国的艺术家。对，那大家表现的方式都可以说。没有没有，这都是跟艺术家本身合作。嗯。在艺术网络。哦，他会跟国外的伊朗也合作，对，国外的伊朗会把他们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透过他来这边销售或者让他展览，然后他也会，比如透过他，他会把台湾的艺术家给国外伊朗，他等于是一个交流的平台，交流。那楼上二楼是，楼上二楼的话就是收藏展。哦，对对对，我们要上去吗？没有，这后面有他的工作室，你要看一下。那前面现在展的这些就会带到后面这边包装，然后有的就会寄出国外，给国外的厂家。但有的时候这里会，每个月初的时候开幕会有茶会，然后就是桌子怎么会摆出去，然后同好都会来，然后我们有聚会会聊天听音乐这样子。楼上收藏的空间也是像这样的，对对对，但是冬天的时候会比较适合上去。哦，冬天为什么热？对对，楼上比较热。哦 ，OK， 好。王先生本身做室内设计，所以他对于老屋处理，他速度很快。对。所以应该是咱家把老屋处理的个案了哈，给他对，拜托。对，我们现在目前有这个案子有14间老屋，因为这个案子出去，然后都是年轻人进来处理那个屋子，然后做文创。我那个局长高太公在老屋家处理安个包装，是有的加码，我讲。谢谢各位媒体朋友。那我们是不是先请市长先说明今天的活动？我们今天特别来我们盐城区。大家都知道盐城区还有釜山区的马哈星，是高雄市的旧城区。那这里其实有很多的老屋。那我们上任市长之后，我们就希望说能够把原来的博二很多的这个文创共创基地能够在扩散到我们的旧城区啊，所以借由我们这个新创基金的补助，从不管是租金补贴到还有装修的补助，那大家是老屋翻修再加嘛那总共在去年共有25组的我们的新创文创的力量逐步的这个扩散到我们的旧城区那我们上任之后之前的这个新创基金的补助的这个预算总共支出大概是2600多万那我上任之后成长到3.92亿增加了数十倍就是希望说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借由他的文创创造力、想象力、台湾的 IP 能够一方面让他们的创业的过程受到最大的支持，那二方面借由台湾 IP 的力量来翻转我们旧城区的新风貌让我们的社区能够再生重建。那我想一个社区的重建它不是只有在建筑物的这个结构外表拆了重建而是在文化还有在于社区生命的重新赋予新的定义。所以年轻人回到自己的故乡或者是在地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这个才是我们高雄最精彩的地方所以在这几年我们持续的
加码来补助啊，我们文创跟青创的力量，来让我们高雄啊能够更美丽，那让文化的力量也能够让这个外面不管是台湾或者是世界看得见，这个是我们在文青创新城计划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好，谢谢。是文青创新城的计划会 focus 在这个哈马逊跟盐城，最主要是因为博尔只是长期经营这个培育人才相关的计划，已经深耕多年了。所以包含有文创会的人才共创基地等等，所以我们是希望把这一股文创的能量呢能够发散到哈马逊跟盐城，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年轻朋友都能够进驻到这个哈马逊跟盐城哈，为形成一个更具规模的这个文创产业聚落。好，那我们文青创新城呢最主要辅助的对象就是要真正的要进入到盐城跟哈马逊的文创业者，申请年龄呢要20岁到45岁哈，那我补助的类型大致上有设计相关的产业、视觉及影像等等哈。那我们补助的项目有分两种，就是已进驻。当然，因为我们还是要鼓励我们现在已经在盐城哈马逊深耕多年的这些文创的业者，对年轻朋友，所以我们有租金的补贴，就是租金的50%，但是是为期1年哈。那新建筑呢是为期2年，但是为了要补贴它这个自装啊整修房子，所以我们还有这个创业的补助是10万到50万。另外，如果你是这个承租比较屋龄大概50年以上，就是这个房子是建造60年以上的哈，60年以前的，那我们再加码补助。好，所以我们从去年为止哈，大概呢已进驻的大概有7组了哈，那新进驻的是总共有18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之前的这个老屋哈，大概就是占了14栋，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的成果。好，以上简单的介绍。好，谢谢。这是我家乡的土，因为我是大社。大社，对，那我们制作的过程会从原土，然后经过3个网红的过筛，还要研磨。那像这个就是有加工过，开始变色。加工以后的颜色。对对对，那它每一个温度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它的其次反就是先高一些，对，然后放到这边。这个是关于他的，对，就是那个水。
上吹是台语还是国语？上吹。哈哈哈哈哈！一定要把它带起来。吹了，好，对，吹了，吹了，然后。对，吹先把它包起来，这样避免了一下混杂。不敢，不敢。晒干之后呢，再送回去晒干之前呢，
越容易负责担心，不是？好，谢谢，鼓掌鼓掌。来，各位。你可以修慧老师，修慧老师好像还没在。来，修慧老师，先让他过去一下。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开始进行一个青年交流小聚。那今天很感谢市长在百忙之中来拨空参与我们这个创新城计划的成果。那我们创新城在去年总共入选25位，那今天来到现场有4位，就是大家都很想来跟市长聊聊。那今天也特别感谢就是两位局长，我们的青年局的张一礼局长，还有文化局的王坤翠局长一起来参加。那等一下我就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入船亭一楼呢？因为其实这个地方很适合大家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大博二的文青创新城呢，其实也特别感谢青年局，它是用青年创业发展基金来跟文化局共同合作，那可以让年轻的朋友在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有一个创业的补助，一个津贴，可以让他可以进行他的圆梦计划。好，那再来我们来介绍今天的主角。那我就是按照入选的梯次一一的介绍大家哦。那首先呢是南回映画的洪伟成，伟成在这边，对，小圆，你好，欢迎你。那接着是运潮艺术设计的王贤吉，刚才有去大家的空间，欢迎，欢迎。再来是夜奔公司的黄宏喜，宏喜在这边，欢迎。再来是新城艺术工作室的蔡新城，这边在场旁边，欢迎。再来是立美创意的林佩颖，佩颖，欢迎。接下来是木日空间设计的杨道挺，道挺的肩，欢迎。然后富贵文创的陈富，陈富，欢迎。接下来是木日的王俊腾，俊腾，欢迎。接下来是蓝子设计的林依林，依林，欢迎。然后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好事设计香港的翁秀慧，秀慧。谢谢。再来是小水坑艺术工作坊的黄培瑜，培瑜，欢迎。再来是喜泽室内装修的邱义涵，义涵，欢迎。再来是别见金工工作室的陈映秀，映秀，欢迎。好，然后还有幸福路战队的陈玉成，玉成。还有七二设计工作室的洪敏鸿，欢迎。在我们交流之前，是不是再请市长给我们勉励几句话？不要说勉励了，因为大家都很有才华，很有才气，从刚刚到现在，都感受到说这个年轻真的是很幸福了，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啊，其实在不管是创业的过程啊，或者是在创作的过程，一定是酸甜苦辣的哈，有很多值得回忆的地方啊，我是说结果是一回事的哈，这个过程又是一回事的哈。其实有时候回头来看啊，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不断的跟自己对话啊，跟社会对话啊。而市政府的立场就是把大家撑住啊，让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当一定会有一些过程啊，碰到一些困难啊。那市政府就来扮演这个协助的角色啊，或者是就我们蹲着让大家可以跳得比较高一点啊，所以不管是在租金或者是补助啊，或者是在整个社区刚刚讲的这个我们的老屋翻新啊，那不是只有这个建筑物的翻新了啊，对社区来讲就是赋予社区
更多的生命力啊，能够再生，啊，能够复兴啊，那让社区的居民啊，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想象，啊，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啊。那所以我也想说，哎，这个其实这个补助啦、租金啊，或者是一些我必要的一些协助，其实都还是在要回到说，让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在这个过程里面哦，那可以有各种更多的这个资源啊，我们来媒合啊，譬如说这个公司会越开越大嘛哈，或者事业越做越大嘛哈，等你以后来哦叫大娘嘛，不一定啊。那有会一定要有需要更多的政策工具来支持嘛，比如说电商，这个我们可以来做一些协助，那或者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许会有一些 IP 啊，那也有一些可能是专利啊，那这个可能都要协助啊，那或者是在营运上可能也需要财务的管理。这个企业的永续经营，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办更多的这个讲座，那我们当母鸡啦，来让大家这个可以有更多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彼此分享不同的创作的经验，这个经验有成功失败都有的，做了哪一件事情赔了多少钱，或者是碰到什么挫折，我们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了哈。他做得好，我们就当然可以分享、可以学习嘛哈。所以我想，在我们的旧城区，就是延长大马新这个，我们就希望说，一方面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旧城区有新生命啊，那二方面我们的年轻的这个活力在自己的家乡，让它能够变得更好，那是一件很愉快、很勇敢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这里。恭喜大家了哈！那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在各个领域都有非常好的机会啊，这个非常好的这种想法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追逐自己天上的那一片蓝色的天空啊，能够让自己的梦想能够实现啊！我想这个很重要。那延城区跟哈马星，其实我们市政府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其实投注了非常多的不管是预算或者是资源，从像国二战二到我们的新城计划就是希望说这个社区其实刚刚讲过，不是只有这个把仓库搬进，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让更多新的力量、年轻的力量能够进到社区里面来扰动然后形成一股力量来改变我们的旧城区，能够让它在旧城区的环境有新的定义这个才是我们高雄最精彩的部分而各位就是在让这个旧城区让高雄更精彩的部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我要在这里感谢大家所以一起冲谢谢大家谢谢一个老屋然后把它改造那我们是不是请星辰来分享一下他改造这个老屋的过程跟他创业的过程我是这样市长、大局长、青年局局长，然后各位贵宾，然后还有在做创新城的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隐居，然后也是新城艺术工作室的负责人，我叫蔡新城。那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认为这个计划是我最大的一个助力，主要是因为其实早在计划开始之前，大约在半年前，我就已经开始着手，就是我在哈马星，就是隐居这间老屋的建设。那也在逐步就是做艺术空间。那当时候是因为我工作室需要搬迁，那因缘机会也遇到了下海的这间屋子。
我被里面的地板，然后还有花砖，还有整个屋子里面的小巧精致的格局所吸引。即便你们可能外表看到是残破不堪啊，或者是说里面积满了灰尘，但我始终觉得把整个灰尘打理清楚之后，它会是一个很有个性风格的一个艺术空间。那很巧的是，就是在我打理的过程之中，当时有支微电影拍摄来到我的影区，就是说要借拍摄的空间。碰巧当天也是川行城的团队来做田野调查，我就是在那一天得知就是这个计划，所以到后续呢，那团队就是也一直推动，就是 push 我，就是要投计划。那我会说，当我把整个心力投入进去之后，那在申请的过程之中，逐步的理清了我的想法，所以这个计划它替我整理了我自己的思绪，然后也逐步的按照计划的推行，然后拿到了计划的补助之后，其实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算是把我的积蓄都投进去。那如果说在未来经营上面，我可能会没有这笔笔记，我可能会去保守。那因为有这一个资金的益助，所以我的想法可以变得更具实验性、更大胆。所以我非常谢谢这个计划，在此跟大家分享这小小的心得。想，那是不是也有其他的伙伴也想要分享一下自己创业的过程，或者是有一些辛酸血泪，或者是有趣的事情都可以这样。还是说我们请刚才就是也有在运潮艺术看过贤琪的空间，那是不是也请贤琪分享一下？因为其实贤琪他自己本身很喜欢收藏艺术作品，那他如何把自己喜爱做就是收藏艺术这件事情转变成自己的事业，就是可以来请他来聊聊。大家好，我是贤琪，也是那个运潮设计。那当初找到那个，因为他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废墟，然后我是因为在收藏的圈子里面认识的前辈，然后他跟我讲这个文心创新城这个计划。那我后来想说我们有室内设计的背景，那我也参加过社区营造，所以后来就决定说承租这里。那其实当初承租的时候其实很紧张，因为就大家都说过去的种种是造就了现在的事情，那但是对于未来怎么样的话，就是都始终是不知道。所以后来真的去申请这个，然后一直到申请到了以后，那真的心里面大石头才放下。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跟邻居的互动也变得越来越好。原本邻居其实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要干嘛，然后一直到后来其实每一档展览邻居也会来看，说这个新的作品是什么，然后他们也会想要去了解那个艺术家的背景这样，然后也会因为可能不知道，他也跟我们分享说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那我觉得都是很有趣的经验，然后在这过程里面其实自己也学到很多，那其实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谢谢。好，谢谢您的分享。他在做室内设计，然后从三个人到十个人这样子创业的过程。各位大家好，我是末日空间设计的负责人姚道替。那当初我们是因为公司原本是三个设计师，然后我们当然就是越做越大，那想说要扩编，那时候很碰巧打到青年局去问说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补助。那青年局的小姐姐告诉我们，现在刚好盐城这边啊，他们这边有一个创新城计划，那于是我们就联络这个地方。那其实也算很幸运啊，因为原本我们想说计划是说我们要这边租一个小空间，然后把我们的人员扩编到10位或15位左右。那时候又问到时候也说，刚好说我们这个计划其实蛮推荐说我们去可以去找大概民国50年以上的房子。于是乎我们就慢慢的找，那就找到像那个哈马星那边一栋民国35年的旧建筑，那当初它真的已经残破不堪。那目前我们
整修现在已经到了大概80%，预计我们应该在一个月内可以住进。那时候因为这个计划让我们补助这笔钱的最大动力，就是让我们说，哎，那我都拿到这笔钱了，为什么我们不要再地真的认真的去打拼？所以我们跟房东在讨论过后，直接签了10年的契约。所以我们真的是下定决心要在这里做。那也真的很感谢政府跟我们高雄市政府，还有青年局跟国二给我们这个机会，在我们这边做生根，谢谢。谢谢大姐的分享，希望她的事业越做越大，人越来越多。然后，依旧是我们别建工作室的负责，对，那我们请她也来分享一下。大家好，市长、吴局长、各位记者，大家好。那个，我是别建市金工工作室的负责人陈英雄，那我跟我的partner 李恒也都在现场。那我们就是其实是因为博二人才回流计划进驻到这个就是盐城区的，所以其实也是因为人才回流计划让我们有这个动机，就是想要去创业，所以等于说，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发迹的地方。对，那在当然在这里面的8年也会遇到就是有一些瓶颈，可能疫情或者是一些可能市场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有转型。那其实在今年本来有一点想要就是转型，就是想要可能缩编，就是觉得说因为疫情的关系真的这几年冲击蛮大的，对，有想要缩编，甚至想要移到别的地方，因为盐城区的房租真的不便宜，因为大家不缺钱，我觉得房东们都不缺钱，对，所以我们有想说要移到别的地方，但是也是因为看到很多好朋友就是有申请到这个计划，然后所以我们才来申请这个计划。对，那我觉得这计划让我觉得很特别是它有别于以往我申请过可能其他的计划，就是它是以一个辅导的方式帮助你完成这个申请，就是他会跟你说，哎，委员希望看到什么，就是或者是哎你的计划缺乏了什么，然后逐一的辅导你就是完成这个计划。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我们会一直待在博二这个地方的原因，因为它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对，就是它是真的让我觉得说，哎，看得见就是政府有在为我们青年在做事情，对，这大概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市长，然后两位局长，还有现场的媒体，大家早安。然后，我是明宏，那是七二设计工作室的负责人。我会来盐城跟哈马星，其实是哈，我自己是南投人啊，然后就觉得很喜欢高雄，因为大学的时候就是来帮当时的老师做博二的公仔展，然后又做了高雄设计节，那就一直觉得说，因为这个港口很漂亮，就是从当时的三栋仓库到现在。应该已经超过20栋以上，50吗？26，真的很多。那我以前就是在2014的时候，其实也有申请过那个人才回流计划。那在之后就持续帮地方的社区，然后还有地方的一些店家做一些案子。那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是开始跟地方的店家互动之后，更喜欢这个地方，然后才开始说，哎，有没有什么计划可以？就是把工作室迁移到这个地方，或者是透过贷款之类的。那我觉得我可以分三个部分来分享，就是第一个是我在进驻之前的想象跟进驻之后的想象有点不一样，因为原本就是以一个地方关系者，如果用地方创始人来讲，就是关系者的身份去跟地方互动。那进到社区去开设工作室之后，才发现说，哎，原来有蛮多不同的面向可以去思考，就跟地方店家的互动，然后还有说自己，真的要进入到店家，进入到里面去开工作室的时候，那个租金啊，或者是补贴的一些想法，需要更审慎的去规划了。那我觉得比较妙的地方是我们原本要用一栋就是老屋去申请，就是它也是在1946年的老房子，那后来因为房东知道我们要去申请，然后他说他要卖房子，那我们后来就辗转到他的对面去租另外一个空间，然后也就成功申请到这个补助案。然后我觉得
另外一部分我是想要分享说，就是对我自己来讲，或是对创作者去申请这个计划来讲，我觉得因为它毕竟是政府补助，所以我觉得其实一方面来讲有点像是政府投资这个产业，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没有后顾之忧去推动这个文创产业等等的。那一方面是我觉得创作者自己本身也有点像是有点社会责任的感觉，就是你要为这个地方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自己其实在以往就做了蛮多东西是跟高雄有关，因为我真的蛮喜欢高雄，就是我们帮那个甲仙邮局有做那个橘帽的邮筒，然后还有跟高雄捷运有做捷运地图跟那个提灯的部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进驻到盐城哈马星之后，我应该会有更多想做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去发挥这样子。以上分享。那后来是才决定来自己创业，然后做泥染手作这个部分，那请秀慧来跟我们分享。社长、局长，大家好。我本来是有，我本来一直在做行政的工作，但是其实那不是我，其实我一直对公益都非常非常有兴趣。然后有一年我就发现，我就领悟到，就是人的勇气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少。对，那我觉得我应该要为自己做点什么。对，我应该要为自己燃烧生命。对于是我就开始我的创业之路。对，那我觉得创新城这个计划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要呼应刚刚英秀讲的，我觉得在整个的申请过程是受到帮助跟照顾的，尤其是那个时候在就是三级警戒很严重的时候，其实我是放弃找房子这件事情的，也放弃就是我原本的工作是在另外一个老房子，是比较小的空间，同时要当工作室又要当教室，那每一次如果要上课就要开始花很多的时间去收拾。对，那要工作的时候又开始一个一个翻出来，那其实是很费时的。对，所以因为这个计划让我有机会换到更大的空间，不用花太多的精力一直在那边做收拾跟整理的动作。那我觉得创新城计划这个文化局这个团队，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它真的是就是很团结的在帮助我们大家的感觉。谢谢。谢谢，谢谢秀慧的分享。那我刚刚有听大家的讲法，就是新加坡，另外准备一样，我们是叫做摩尔这样嘛，哈，进科学校。那我这里的我很熟啊，光荣街一号在这里。盐城区是这样嘛，它给老社区、旧城区嘛，所以基本上都要补助。啊，古厝地方做这样歪边，那歪中歪远都被砍掉，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新城计划，当时就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假如是挑这种老房子的话，就再加嘛，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大家一点小忙。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沟通的过程啊，因为你要去找到那个屋主，跟他讲说我要做什么哦，这个其实是。大概不会碰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嘛，我在想说，我们那个文化局或青年局，这个部分，假如说可能他们也会以后的人啊，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协助啊，有工作啊，里长啊，这几个里长我都很熟，他们其实都很鼓励，因为对他们来讲，旧房子、旧社区、老旧残破、灯隔热啊，什么什么，有时候很麻烦。所以这个部分政府可以结合我们社区的喜好，像我们那个百平旗下来那个几个摊商，那个一个老阿伯还是在里面卖菜啊，那个点点卖茶呀，然后后来他们进年轻人进去之后，那个阿伯还是在那里卖菜啊，我就问他们说，他怎么还在卖菜呢？你们觉得怎么样？那我就说他留下来，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市场那个感觉，就是属于大家的。不能说这个来个新人啊，新人笑旧人哭，这样也不行啊。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过程，一个互动啊。那还是要回到说，在这个社区里面啊，怎么样能够不仅刚刚我讲说跟自己创作嘛，就是跟自己对话嘛啊，当然跟社会对话，这个是我们其实在做的计划里面，其实还蛮在意的一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还是要像我们的青创基地哦，还有或者是共创基地，至少有一个夜师还是什么的，这都专门在辅导的。好，然后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案，所以有时候放旁边玩，等于他这个哦，再转向六内堂组，那这样就会省去他们很多的这个在找资源，其实在找资源就是最辛苦的一件事情。我当市长也是在找资源，有哪里缺什么，你去找他；这里哪里缺什么，你去找他。哦，啊，所以在这个新城计划，接下来可能在这个在媒合资源的这个部分，其实在增加这个资源，也包括印尼跟哪里，像企管，好，哦，像财务，好，哦，像电商，好，哦，在哪些地方？那，哦啊，这个也会又让另外一个，不同的产业都长出来，像昨天，我前几天去那个杜杜，他原来只是在帮一个客户，哦，解决一个餐饮的系统，就是说 POS 系统。他现在做到最后呢，他就把所有的这些解决方案，哦，有的是会员的，那有的是POS 点餐，哦，那也有物流，哦，那也有电子支付。然后后来杜杜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呢，他叫 POS， 他当然是他的专属的，但是他做了一个 APP Store 的一个平台，把所有的人，哦，的所有的这些应用服务全部都整合到他的系统，他变成一个平台。好，哦，那所以其实我们市政，我某种程度来讲，应该是要把这些我们说的文创能够有一个共通的一个平台，啊，比如说要设计就找室内设计的谁。要什么就找谁，那这样就可以让更多资源能够整合，那这样它就会变成一个生态系，就会一个很稳定运作，然后政府在里面的角色就可以退场，那这样它可以自己在这边可以茁壮，可以保持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这样其实是最好的。好，所以我想我们政府其实是在他们的刚种下去，哦，走在一个土壤里面要长发芽的时候，我们协助，然后到他们要小树的时候，哦，变成小树的时候，我们施肥多一点，哦，让它长得快，那个壮跟扎的久以后，它长以后要长的时候就可以比较自由，可以比较长出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对，这个生态系还是。在最后还是我们市政府要来跟大家一起努力，既然是一个生态系，就是大家一起来把这个生态系做好，成为一个茁壮然后稳定的这种可以自己这个有生命力的自己营运的一个生态系，这样就是最好的东西。好，那我们就回去努力，好，然后各位啊，对这个都很精彩。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来看中间，来一起鼓个赞好吗？赞，大伯文青创新城，赞，好的，谢谢大家，还有。